十一点三次进站了，我是观光列车长了，2011年4月13号瑞芳站的方站，5:57。我们拍的是11:04，依然拍的叫沿香港北湖，8班89小时的。1:04，专用8班89小时的，在瑞芳站停靠，关闭车门。我过下面干嘛？咱们都做这么大方面。就先拿这个吧，拜拜，难吓到我，这个那样吧。